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那今天来到了逢甲大学，然后现在这个道馆的头目挑战赛是喷火龙，出了一只金蛋的四星，就是喷火龙。然后我们现在来挑战这只喷火龙，它 CP 有2万8哎，哇哦！对战，使用入场券，建议人数要17人。希望人还没有很多。现在我们现场已经看到一些人已经打开他们的手机开始在游玩。现在目前有9个人。那因为是喷火龙，它是火系，我们就用一些那个水系的神奇宝贝直接来打吧。OK， 那么现在还有35秒钟的时间可以开始。现在目前有11人。然后今天早上在我家附近出了一只搬家道馆，可惜我太晚看到那个资讯，哎呀！10 9 8 7 6 5 4 3 2 1，开始。算蛮高的，那我们就会不会看这个金色的蔓莓果？哎，啊，没有丢进去。哦，不要跑！哎，啊，也没有丢进去。下，哦，好帅！再次，刚刚这风暴会造成这个风声很大。那么中，哎呀，又没有丢进去，它太近了。OK， 一下，两下，三下 ，Yes， 抓到了，喷火龙哎！话说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，如果昨天拿的卷就昨天没有打，那昨天的卷留着，那今天还会不会找到今天的卷呢？来试试看啊！啊，我已经参加过了。拿到两个，两
两个学习器，一个是一般招式，一个是特殊招式。它有神奇糖果，你就在使用看神奇糖果好了。使用哦，那是这样子点。那我要选，我一样选班吉拉的好了。Yes。了解了解，他一次还是只能换一颗。成了，远方还有一颗金蛋哎！哦，这颗也是四星的，12:43好。等下如果他出班级的话，再把它打掉，希望他可以出班级。我刚忘记看那一只喷火龙的 IV 了，现在看它的 IV 是不是一样是好的。它的技能是火焰漩涡跟过热，都是火系的技能。来看一下它的 IV， 也是锁上拼命 HP 七五那防御。哦，那这只应该 IV 有90以上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只喷火龙它最好技能应该是。第一招要用翅膀攻击，然后我们刚刚有拿到招式的学习器，我们现在来使用它一般的招式学习器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用看班吉拉好了，班吉拉技能是那个铁尾，那火药的话是要把它改成咬咬，一般招式学习器点进去，然后点选我的班吉拉。忘记铁尾 ，yes。那拿到什么呢？我拿到咬咬了。哇，所以我现在我的班吉拉是咬咬跟坚持攻击哎，超棒！这只超强的班吉拉 ，yes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 Pokemon Go 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在右下角给个喜欢。如果想要追踪以后的动态的话，也别忘了订阅我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